二月八日，网传上海某私募机构实控人、基金经理高山在二零二二年一月十日滨江夜跑时失踪。警方日前从黄浦江里打捞出一具尸体，八日通知家属认尸。据媒体报道，其同事表示，警方对此事介入调查，公司在一月中旬前后已减仓应对客户赎回。公开资料显示。 高山为上海环艺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、投资总监，拥有十多年证券从业经验。入行于泰信基金，任电子行业研究员；起飞于上投摩根基金，任周期性资本品行业专家研究副总监，负责策略分析；成熟于国泰基金，任投资经理。 二零一三年九月创立私募被临山投资。据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，高山投资近一年收益为百分之十九点二，而成立不到一年的环艺周期观复二号累计收益百分之四十六点二五，最近一个月的回撤为百分之八点二。